初到武市，小店店员们渐渐跟园区的工人们熟络了起来。又是咱厂子的宝，来，欢迎宝，欢迎宝。他们有的自小在武市长大，园区的发展让他们有了在家门口工作的机会。有的从远方来到这里扎根，就像我们小店的店员们一样，很快就被小店特有的热情活力所打动。你就算是我给你取一个名字，然后我再送你一碗面嘛，好不好？如果说武市是一片有着家乡味儿的创业热土，那么我们的小店选择开到武市，首先要做的便是入乡随俗。一天是午餐和晚餐都免费。我的愿望就是能够跟他们能够没有那么多综艺元素的接触，坦诚的交流。然后真诚的祝福，我觉得就已经很好。去跟园区的工人们真正打成一片，他们能做到吗？请进。哇，这个敲门的声音还是很雄壮的了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这是昨天那个托尼哥吗？托尼哥，托尼哥。哎，托尼哥，托尼哥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来来，请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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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坐坐坐。我们都在这烤火呢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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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坐坐坐坐坐坐，坐坐坐坐坐坐。昨天啊，过来了。烤火，烤火，烤火。烤火。按照乡里的规矩。脚伸进来，脚。啊，脚脚。嗯，今天好像有一个生日会。生日会。大概有多少人？大概有80多个人。就在这一个月。对。你们单位有多少人呢？你们公司？我们有七八百人。七八百人。公司因为这个一个月开销要多少钱呢？肯定热热闹闹的啦，对不对？那也蛮多钱啊，有啥的不是打红包啊？打红包？对对对，打红包就是这个月过生日，就是12月份过生日的。对。那我们如果导演组有12月份过生日的，也能够有幸领到参与吗？不是参与，领到一个红包吗？可以的。那你们过生日缺人不？缺啊，那太好了，我去帮你们叫人。我们就是不缺人。来人呐，来人呐。你们有12月份过生日的吗？没。我们这次是12月份过生日的 party。我们这儿没有一个人12月份过生日。而且到时候刘总每个人会包200块钱红包。每个人会包200块钱红包啊！我过生日，我也过生日，我12月份，我12月1号，对，就是虽然已经过了，但是我可以再过一次，对对对。你是12月份吗？对对，我阴历，然后那个农历是12月。农历？没，我的身份证上是12月份。你是不是有12张身份证？好嘛，这是为了200块钱，真的什么都不要了啊！好，那是这样的，徐志胜，你是不是12月份过生日？我是12月份，我有身份证。好，那你既然身份证是12月份，那还是算你200块钱吧。哎呀呀呀！哇，你还赚了你！我们就分配一下嘛，还是要搞个你节目，主持呢就交给孟晨，是吧？还有智胜。哎，普通话最标准的智胜。行。哎，咱们这边还有什么节目吧？脸哥带吉他了吗？那要不你弹个吉他？我配个背景音。好，我们这边张含韵可以唱个歌，然后我们这边有游戏。我寻思我的游戏就当开场用，就比如说在他们出来之前或者出来之后，就是。行啊，那是这样，我们待会儿我们好好的商量商量。可以。就咱这8个人，怎么排20个节目？那我们就是这样，我们就赶紧把节目准备起来，好不好？该练的练。兄弟姐妹们。大家晚上好，晚上好，咱仨一起。好，大家，人家大家那是起伴儿啊，大家晚上好。哎呀，哇，来，海景啊，海景，可以。这儿拆好的，就是对折一下啊，然后露出几个小尖尖在外头。这样，
哎，对，然后呢就折吧折吧把它围起来，其实是为了一个像蓬蓬的感觉，让它把周边炸开，这样呢它就会有空间。CEO， 你不会觉得平时都做大事儿，然后做这种小事儿会是什么感觉？会困。你这个打气球的声音好像音乐节奏哦，咚咚嘟嘟嘟，真嘟嘟嘟，真。花姐，咱们上楼拍个节目呀。我这包花呢。人家花姐包花了，你包着。我不去。你是不是在包花的过程当中感受到了快乐？对，我不想表演，我想包花。辛苦心语，绵绵。哎，走走，双面胶。走。今天就是我们这个箱子里面有所有的今天68个人过生日的人名以及他们的心愿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可能随机抽几个人名，把你的名字讲出来，并且把你的心愿读出来，并且你会。收到专属的音乐歌，我们会专属给你唱，然后就这样。姐，你唱一个你最舒服的调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这个地方唱歌好好听啊！被自己美到了是吧？回声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张含韵，她说她明天想干吃不胖找个对象。哦，干吃不胖找个对象，我吐不出来了，就大概这个意思吧。大概这个意思吧，然后你就好上网再继续生日快乐。对对对对对，好开心哦，这个好好玩哦。我们还可以走下去，走起来，好好好，很欢乐。好，哈，小狗，每个人要送8个人68朵花以及68杯奶茶和68个笑脸，这一套东西，一个都不能少。刘老师。刘老师，哎呀，真的好正式啊！我们是不是太随意了？不容易，像新郎一样。刘老师，今天结婚啊，刘老师！恭喜新婚快乐！恭喜恭喜恭喜！恭喜恭喜啊！百年好，拜拜拜！哎呀，在这儿。哎呀！哇哦！哎呀，我们走啊，都往里面杀进去，然后就是雷鸣般的掌声迎接我们俩。哎呀，真的假的？穿红色衣服的都是过生日的，对不对？生日快乐！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大家的到来。今天。我们能够在这样一个特别的夜晚与大家欢聚于此，与在座的各位寿星们分享生日的喜悦，在这动人的时刻，在这欢聚的时候，在这幸福的时刻，迎来公司12月份的员工生日会。首先，我代表喜悦园区对大家的到来表示深深的祝福，以及在座的所有的寿星生日快乐。现在我们的集体生日会正式开始，有请我们的日常嘉宾大叔上台。兼职的时候百试百灵，游客们就要这种有人去愉悦他们的这种刺激。
大锁哥暖场那个环节惊呆了，就感觉衣服一穿上这个精气神儿，就是感觉锁哥挺有魅力的。谢谢，谢谢我们云上的小店大锁。还有，我们接下来要为大家送上一个节目，这个节目的名字叫做《天使的祝福》，让我们有请张含韵、王冕、刘大锁。给大家送一首生日祝福歌，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给六十多个人过过生日哦，所以呢，就是我们准备了一个箱子，里面有大家的名字，还有大家的生日愿望，然后抽到谁呢，就可以收获张含韵亲自制定的一首专属于你的歌，好不好 ？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简艳萍。他的愿望，努力升职加薪。下一个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 to。田程程，我的愿望很直接，就是想娶个媳妇儿。下一个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大家生日快乐。再祝你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谢谢，谢谢我们天使们送来的祝福。刚才我们的气氛已经达到了顶点，对，非常火热了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干什么呢？我们的。路边的小姑娘，哦，路边的小姑娘，那我们现在要去路边，对吗？接下来是公司带来的才艺表演，对不对？叫做路灯下的小姑娘，有请，有请。希望大家都热热闹闹的嘛，就特别喜庆祥和嘛，有一种那种感觉嘛。嗯，其实大家就是图一乐，不是说唱歌唱得多准这个活动就会特别好，而是我们去了，然后跟大家那么坦诚的交流，哎，然后真诚的祝福，我觉得就已经很好了。我们是第一次来到平江啊，有很多很多感触。我呢就湖州了一个打油诗，云上小店来平江，寿星齐聚心金刚，哇，齐心协力新时代，生意兴隆通八方，哇，祝大家生日快乐，好不好？好。接下来就到了一个最重要的环节，就是发红包，朋友们！哦，真红包哎，真红包哎！徐志胜也能领是吧？我也过生日。领导，咱徐志胜也十二月份过生日。哎，你的手，这个手，你别拿我的手，别拿我的手。上不行，你怎么又提前报备？哎呦，又灰溜溜回来了，我的妈呀！我徐志胜。哎呀哎哎哎！
不行不行，哎，不行不行，不要不要，哎哎，不要不要，哎，不要不要不要，我不要不要不要，哎呦，谢谢咱们工作人员。大家经历也挺丰富的，玩一个我有你没有的一个游戏，哎，就是五个手指都伸出来，五个手指。然后呢，就比如说我有什么，你们没有，那么你们每个人都要放一根手指头下来。如果我有的同时，只要有一个人有，所有，然后我就要把这个指头放下来，然后看谁最先没有手指头。那我们肯定输韩哥呀。韩哥的，我有好多奖。我有俩孩子，工作经历，我们就工作经历缩小范围，不能，要不然韩哥一下就我们就干完了。工作经历，我有将近30年的工作经历，你们就都没有了吧？工作经历我们也是输得一塌糊涂啊！我做过1000场节目，100场直播，你们都，他其实我。好，那我们再缩小一个范围，我们就是说，除了自己的专业以外的，你打过什么工？啊，可以。我没有打过工的问题是那对啊，所以是这么玩吗？对，如果哎，等一下，比如说韩哥说我没有打过工，那我们都打过，然后我们就放了。哦，来来来来，哦，就除了自己的专业之外的，啥意思呀？我一开始会玩，我现在不会玩了。你是这样，你是这样，孟辰。你来打个样嘛，打个样，我们这手把都把手伸出来嘛，好，打个样。你刚才说的那么欢，我这 CPU 烧了。等一下，我做过什么？哦，好，我当过外卖员。是在节目里还正儿八经的？这个不管吗？一定要这么细吗？我大家都受不了吵。明白了，好啊。哎，快递算吗？外卖和快递不一样。我帮家里的店送外卖算吗？不行。哦，你来定呀，外卖的。你来定义外卖。你来定义外卖。我们家送狗粮就不叫外卖了。是正儿八经拿着手机，然后拿着那个小电车，然后带着那个头。谁不是那样啊？我有，他有，我有，他有，绝对有。那照片我有照片，你有吗？你有照片吗？那时还没有手机拍照。那就不行，那就不行。那时候没有手机，怎么会有外卖呀？打电话，家有座机电话吗？座机电话。宋代就有外卖了，《清明上河图》里面就已经有外卖了。啊，妈，你是个宋朝人。送外卖的朝代叫宋代嘛？哦，哎呀，好嘞，我有，你们没有，放，下一个你了。啥就该我了？下一个我先走了呀。啊，就是我没送过外卖。我没送过外卖。不是，你不能这么玩的。哎，不是，他不是他送完我要说我的吗？就你得说一个足够特殊的，就必须只有你做过，别人都没做过。那他不得，你不得跟我一起？我不想再玩了。一句话，至少两根指头没了。那我刚刚为啥要说我没送啊？你自己你自己说的呀。不是，我有以为没有吧？你没有送外卖是你有的经历。哦，我懂了。你又懂了？我怀疑你没懂。我会电焊。哎呀，赶紧的。哦，这也行？那我一会儿谁也会。我不会。下一个，哎，这个没得哈。哎呀，我有一天搬过1.2亿个现金。那我没有，没有就拿一根，对不对？因为他银行的，对。哎，我没有搬过1.2，但是我搬的比你多。我在录综艺的现场举过那个让大家鼓掌的牌子。这，哎，这算什么呢？我当然有过呀。
我在没有做主持人之前，我是巨物啊，你忘了？我以前是抬桌子，然后才抬柱子呀。我最开始是做现场导演的，我们最开始就是要暖场。好，各位，我伸这个手，大家笑；伸这个手，大家跳。两个手同时伸，大家又笑又叫，然后举牌子鼓掌。自断一指，我给几千个孩子，我孩子们演过儿童剧，演儿童剧，那我有。哎呀，韩哥又有，那我有。啥时候啊？哎呀，我在我们台里那个卡通频道演那个，我们就去上去扮演过的嘛。哎呀，赶紧的，马上就要活不下去了。我做过导播，哎，哦，这个技术工种我没有，没有，我都不知道这技术工种是做啥的。以前比如说做节目直播嘛，哦，线上嘛，厉害了，我有啥？我有开过滴滴，我没有，滴滴没有。我考过纽约州调酒师的证。你别说纽约了吧，就调酒师我们都已经输了。好，只剩最后一个到我了。那我参加过超级女声。哎，那这我也参加过呀。对不对？完了，无论如何你又断一根。对，无论如何你就断一根。完了呀，你只有一根。我没有换过工作。哎，我也没换过工作，我也没换过。巧了啊，不是。别别，什么时候换过工作呢？那不是说你们之前干过这个干过那个吗？我第一份工作就是在电台当主持人。我第一份工作就是当主持人。再见再见再见。好，大家早点休息了啊，明天都还要出摊呢。